然后老板说等你涨最阳赚。嗯，对，老板说等你涨最阳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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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放哪里？放这里面。骨头放在哪里？放这里。小朋友。哈哈哈不要乱死啊！我没有乱死，那个不是乱死。他们俩不是乱学，不是。不要学爸爸的。在这边。哦，这个今晚好不？今晚好。对啊。